莱特，这也太快乐了。纳维莱特有了吧，水上行走会吧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喂鸽子。用纳维莱特炸鱼。用纳维莱特打怪。爷爷。你都这么叫了，我就不打你了吧。变了，小姐姐是谁呀？哦，是丽莎呀。确实会放电，强不强的，带你打个怪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，强吗？坏了，骗不住。嗯，其实丽莎不一定非得打伤害，她还有别的超能力。召唤彩虹，该电一电了。跟我来沉水这里溜一下，然后传送到任意位置，用丽莎长翼改变天气的机制，多按几次就可以召唤出彩虹啦。别逃哟 ，Please。萌新是如何失去大佬的？今天带了个萌新，一进去就来了一句，这么主动，我喜欢，需要我干什么？打无相草？可以。哎，怎么打不完呢？你别打了，你用火打他干嘛？帮我一起打，那你人还怪好嘞。你没有别的角色了吗？没粉球？好吧，还需要打什么吗？找宝箱？可以。我记得这个地方有个宝箱的，顺序是啥来着？嗯，刚才去冥想了一下，现在知道怎么采了。你站在那不要动，让我一个人来。你干嘛？嗯，还真是热情的小萌新呢。今天用萌新的号去带萌新，问他需要帮忙不？他说不用。真不用吗？要不你再想想。原来是嫌弃我也是萌新啊。那要不你带带我？打什么？先打一个公子吧。啊？刘老，刘老，刘老，破产，你还算有点成绩，值得我再认真一点。五谷运势。啊！同样是五十级，我伤害怎么这么高？因为我开了呀，开了蓝绿修改器。杀！哎，你怎么把我锁里面了 ？What the fuck？ 鳄鱼。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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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象派暗黑打妖诗人胡桃的新作，二人游历诸国，交三朋四友，行五湖六海，七上八下，九死十生。这下鱼儿两条，吃得满满一肚。团雀叼走稻米，林猪急得拱地。来者皆是客，都图一个乐。今天带了个萌新。进去看哟，还有别的大佬。嗯，五十级，那应该都是萌新了。你好，需要帮忙吗？甲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鬼人巨蜥啊。你们在一旁看着，我一个人打就行。小山，你不灵吗？啊？啊？你是带萌新的？啥意思？
50级就开始带萌新啦。啊，这不是50级吗？伤害这么高。带了个萌新跟我说，空丹的怪太危险了，打不过。那你带我去，让姐看看谁欺负你。这个用安博就能轻轻松松打几千万伤害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那你看好了。我还没结束。你安博升了吗？哪里弱了？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个强度，不要乱说。第三家很难的。安博升没升？说法练没练？本来以为续命 NPC 一刀一万七已经很强了。没想到来到枫丹，这里的 NPC 已经学会元素反应，开始打涌动啦。在商店买木刻，千万不要顺着买，不然你肯定会后悔的。Oh my god！ 那现在都这么玩原神了，用旅行者直接给我整了一套多元素连招。今天不带萌新，去找大佬玩，问他最近在干嘛。他说在练主角。不是，你有那么多角色，主角还有啥好练的？新招式啊？什么招式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固若金球球在要。萌发吧，你这是要干嘛？啊？啊？大佬，你是不是开了？黄鑫。这大佬我真是服了，骗完我生安博，骗生丽莎，现在又骗我生早幼，可劲儿逮我一个人骗啊。不同意，这次肯定不同意。 No。 嗯，好不容易练会了灯笼斩，要不还是给他看看。我他妈来了。
哎，想冲霄没有原石了咋办？杀！跟着大佬来这里，踩一下这个亮点，沿着光圈一直走，再来这里，往返自然。大佬一个帅气收刀，三个宝箱到手，我会好好保存。来这里，沿着沙滩走一路。在这里，芭芭拉重击。这里，锅巴喷火。喷火。来璃月这里，爬上二层阁楼。旁边小阁楼。上二层。哎，大佬呢？嗯。啊。来这里。全都看见了。跟着亮点走。来这里，倒影看破。来这里，哎哎，训练还不够。他真香啊！最后跟着大佬来这里。这一桌子的人加起来得有800个心眼吧？那么，就让在座身份最尊贵的客人为大家细香点火，意为生生不息，祝愿新的一年蓬勃发展，日新月助。好意象，不愧是胡堂主。那么说到在座身份最尊贵的客人，一定就是钟离客卿了吧？如果说知识也算力量的话，客卿可以说是力大无穷哦。论说话的水平，果然还是大师人更高，我只是记性比较好而已。如此平平无奇的能力，您会说的这般厉害，您的口才才令我佩服。我自然觉得应当让堂主续香。哎，不行，你这属于下属乱拍上司马屁了，居然吃了一桌好饭，那还不如让在座的唯一大厨香林来比较好。是这么算的吗？可这顿饭不是我做的呀。你们看啊，香林仙人的亲传弟子，炉灶之魔神的同行伙伴，足月节厨王争霸赛冠军得主。那要这么算的话，难道林月港最大的商会之一飞云商会家的二少爷不高贵吗？没错呢，有商会少爷点下，大家来年一定发大财。没这个道理吧？而且发财虽好，还是不如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来的重要。所以说，应当让擅长驱邪、保护大家家宅平安的重云方式来才行。啊，有降魔大圣在，怎么也轮不到我吧？我拒绝，我绝不是在座身份最尊贵的人。以各位的眼力，定能明辨。由世界上最厉害的旅行者的最棒的伙伴、向导、挚友、派蒙，来为大家重新点上熏香。主线又卡等级了，就只剩这个山中之物的任务，怎么办？我来杀！跟着大佬如何三分钟解决战斗？来到第二个地点，根据心灵提示依次解锁方碑。开启宝箱后，出现三个守卫，大佬给他们照了张相，他们回了老家。跳下去，拿红石头打击冰块。大佬说，在联机状态下，队友可以重复使用红石头，所以不需要做任何解谜。两个石头即可打碎冰块。最后来到这里，开启挑战后，赶忙去一旁烤火，让大佬和他们畅谈一番人生。结束战斗，依然是两个石头就解锁冰块。开启最终挑战，用一个石头，两人分别解锁两个冰块。最后登顶，解锁最后一个。
然后跳下去，开启三个圆球。任务完成。哟呼，一起来玩吧。收获一大堆宝箱。大佬的这个身后是怎么拍出来的呀？原神使用小妙招，如何原地起飞？众所周知，收集三个风种子会生成一个风场，但实际上只需一个风种子，然后释放同样元素的技能，也能产生风场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带着风种子在任何地点原地起飞。在你抓金蝶时，很容易点到金蝶神像，强行与神像互动一波，非常烦人。实际上，只要跳一下就能无视神像，并和金蝶互动，因为跳动的过程是无法和神像对话的。在角色图鉴里可以看到我们角色的获取时间，翻到最下面找到安博就能找到我们的入坑时间，你们不会都知道吧？枫丹他来了，好消息，用在地洞找宝箱了，坏消息，要在海里找。现在终于看到枫丹的场景了，这高楼大厦到处土豪金，应该算是目前最现代化的城市了。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3.8 版本的内容，首先是卡池，上半卡池优拉和可莉，那个传说中的女人可算来了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治愈又可爱的版本，同时期待可爱又认真负责的优拉的登场。下半卡池山红宫星海和伞兵，新版本还有可莉和凯亚的新皮肤。这次海岛活动类似游乐园，会送莱伊拉和凯亚皮肤，还有若干的联名活动等等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枫丹，值得逐帧去观看。话说看到枫丹的风景，你们是否开始期待 4.0 了呢？这些星球你是不是漏了没拿？在公告里往下翻，最下面设媒点一下就可以领到50星球，在兑换码这里输入女游社2023可以领取60星球。现在拼多多游戏福利专场，一元就有机会秒杀10000星球，点击左下方链接就能参与，想要星球的兄弟们赶紧冲。最后在忘却之庭里，这每一层打满都有60星球，一共可以拿600星球，我猜你们肯定没拿吧。大佬说念及咒语就可以拿一个珍贵宝箱，我不信原神里还能有这操作。炸！固若金汤，不就是普通的墙壁吗？又不是假石头。你觉得我会信？试试就试试。接受，我去，还有宝箱。哎，这里咋还有个华丽宝箱？哦，不是，这怎么进去啊？炸！跟着大佬来到平行圈这个传送点，然后往这个位置飞，可以看到前面有个入口，进去。竟然来到了宝箱这里啊！你想要的吗？打开开关还能拿一个成就，草花你这么会藏，不要命啦？见到了这么美丽的景色，自然会产生云游四海的想法吧。遛狗去哪遛啊？去他家，这不太好吧？是知道的，半夜小细节，在万言拿武器的时候会有一个小表情。大天他接不住哦。众所周知，万爷的异技能能吸怪，御风而行，吸掉了雾，往返自然。实际上万爷还能吸风液，朔风起意，吸敌人的弹道，朔风起意，队友的弹道，
往返自然。巴巴托斯表示，要不这封神的位置给你来做吧。现在来看，万叶的 E 技能真的很不快乐。那如果我们换成祭礼剑，再带上你的仙套，就可以达到三倍快乐。往返自然，御风而行，朔风起意。大佬说万叶是最有安全感的男人，我不信。最有安全感的不是钟离吗？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如何放出炫酷的万叶技能？首先把武器换成吃苦鱼缸，然后一段平 A， 二段、三段、四段。星铁最新兑换码女优胜2023有60星穹，还是星铁达到500万粉丝送的福利，一个月以后失效，快上线领完赶紧抽一发，说不定就出了呢。老米策划都没想到的玩法，新活动的这个关卡大家都玩过了吧，有两个 boss 分别在上下两层，只有打完第一个 boss 才可以去下面打第二个，看来策划忘了自家游戏真实的物理引擎。那么我掏出一手娜塔莎，然后重力流弹炮，阁下该如何应对？一场精妙的手术。诶，打完咋没结束啊？是不是还得再过一下路线？诶，还是没有结束，跟这个鬼魂对一下话就可以了。你们肯定没拿，快上线原神最新300原石兑换码，明天中午过期，大家记得领。这次 3.7 前瞻已经逐步公布封单了，在结尾放了一段水底世界的彩蛋，莫非封单会有关于水底世界的探索？还有一位来自封单的记者夏洛蒂，可能也是一位新角色。重点来了，上班卡池、萧公和八重神子、四星陪跑是之前发布的新角色喜羊羊，喜凉凉。下班卡池万叶和海森，我终于等到万叶了。目前 3.7 版本最大的更新应该就是七圣召唤了，更新了四神的卡牌，想必可以围绕四神组建很多卡组吧。其余新增萧峰闯生任务、卡维邀约任务，还有新活动会送一把新武器，你们觉得新版本值得期待吗？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。我在大量的彩蛋里发现了部分白猪的传说任务，白大夫在帮人看病的时候，七七竟然不在现场，事后你会发现七七原来一直在躲胡桃。一起做那家伙还在吗？藏在这里也不安全。哎，胡谈一直在找七七。说起来，你们有看到七七吗？难得闯一回白竹的老巢，却连他的影子都没看见。啊，你说会不会是白竹这家伙先一步把他藏起来了？躲到第二天，七七以为胡桃走了。他终于走了，不会再回来吧？但实际上胡桃躲起来在偷摸的找自己。在这种地方都能碰上，还真巧啊。没什么，诗做到一半没灵感了，倒是逛逛而已。胡桃对七七真是爱的深沉呀，怪不得我抽胡桃的时候歪了七七呢。另外一个彩蛋，在我们召唤萧的时候，萧出来说了几句就走了。看似高冷，实际萧宝一直在远处偷偷的观察我们。他站在远处看着我们的场景，让我想起了钟离站在远处看着萧的那一幕，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呀。最新的420原石快来领，在原神里点开特点活动合成药剂就可以领120原石，然后明天 3.7 版本前瞻也要开始了，会送300原石兑换码，到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更新在评论区，大家放个锚点记得来领，没时间看直播的可以等我画重点。今天带萌新瞅了半天不见人，打开地图一看，啊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。我的发，这是离月吧？那他船哪来的？你船从哪来的？开出来的？从哪儿开出来的？须弥，你要开哪儿去啊？偷渡到期？须弥的船能开到期去吗？我不信。2000 years later.
雷贝尔都来了，这马上还是会被传送走吧？哎，他怎么没强制传送？他还在王道去找？What the fuck? 哇，大宝箱，有个球球王。嗯，让我想想该怎么打。一瞬间，可曾记得彼此的脸？你的爱在眼里流淌，爱心旁如火般荡漾，我的心脏为你疯狂，爱如火在燃烧碰撞。心在跳，是爱心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。可曾记得彼此的脸，你的爱在眼里流淌，爱心旁如火般荡漾，我的心早为你疯狂，爱如火在燃烧碰撞。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，爱如火。天真似大梦，妖魔无法。天真似大梦，我今天还就不信了，我连只狗都打不过吗？米哈游，你要不要听听他们三个在聊什么？哎呀，终于要去到期了呢，赶快对话，赶快对话。接下来，
哎，这不是风神大人吗？怎么你也要去道西、啊、好气派的船，迎着海风，望着翱翔的海鸥，真想高歌一曲啊。欢迎你说，我来这里做驻场吟游诗人，前景怎么样？以温迪的水准自然不在话下。不是万叶，你倒是看着别人说话呀，老是盯着我干嘛？怎么这样？如果要是随便来了一个场子，抽到同样的话，您得也要搞吗？可我上船的机会就挺少的。话说回来，这艘船什么都好，就是只有一点。万叶，能不能和你的大姐头说说？我只是长得矮，其实早就到能喝酒的年纪了，帮帮我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个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倒不是因为大姐头现在不在船上，倒不是因为大姐头现在不在船上。嗯？啊，大姐头不是在这儿吗？只是这事在他眼里没得商量，毕竟就连我自己，吃饭时也只能坐在没有酒的那边了。我的酒量和你又不一样，我是真的很能喝。这大佬之前坑了我那么多次，今天我得好好出口恶气。I feel good. I knew that I wouldn't.I feel good. 也敢疲惫。啊？御风而行，有人问我为啥每日委托都不做，自从有了大脑袋，我现在每天都是这么做委托的。又到了感情委托的时间了。Only you can take me to sight again。 小样，这不是分分钟拿捏你？杀！训练还不够。